异常上啦。就是说，阮是国师要来异地参修，你是和尚，心念快悲。阮哥哥他应该是上手无情，听闻阮师你是精通艺术之人，所以要拜托你来做和尚搭的，看来是真的美啊。原来如此，吃不同路，当过不休，让我一看便知啊。求你做公公。这个情，你卖上非常难，恰恰确实是遇到心酸。